说你冷不行吗？你就冷，你别动，冷都嘚瑟，站这儿都直嘚瑟。你冷，你瞅瞅这天，外边都这么冷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寻思啥？你是不是虎？你能不能给我穿上？能不能穿？啊，嗯，怂了，别走。听话，我听话。你别听话呀，你点闷，你闷。穿不了。啊，对你穿不了，你必须穿，能不能穿？穿不了。你就给我穿。大文姐变身的这个学员，来吧。暴走了，起状态了。太闷了。哎呀，我去，缠连缠连的。你别动手，你别动手，你不下来跟人家互动来了吗？你怎么还动手？哎呀，咱俩一对了。咱俩都站着动了吗？不行，那不能动着。我感冒了，行，那你能感冒吗？是不是虎？是不是虎？对，伸脑袖子，钻脑袖，薅住了，钻脑袖子，站。哎呦，这个这俩整成了可热闹了。嗯，多少呢？我这别给大姨衣服整坏了，挺贵的，我也赔不起。那你拿下来，我赔。哎呀妈呀！快点来点掌声，快点，他说他赔。哎妈，太闷了呀，子姐，我的妈呀！你冷静一会儿，你先冷静。这大腮帮子太闷了。你冷静。哎呀，你能不能接受一下我这个大女子主义的人？大女子主义，就你也闷，我也闷，一起闷。怕咱俩再干去。你平时对你男朋友就这样，男朋友穿少就这样啊？啊，我之前也是跟那个前男友，我俩去理发，他陪我整头发，然后那个衣服拉链没说，完我当时还没等出门口呢，我就瞅瞅外边挺冷的，我站别动，呼啦不拉拉锁，噌就给他拉上，走吧。你这个位置咋的了？这个位置，我怕他再打我一下子。我打你干什么呀？你这么惨烈，这是你喜欢的类型吗？他毛肚吗？不打毛肚，但是他不毛肚，他这个缠链就顶毛肚了。还可以互相补的呀。顶上了真的。就是外形已经长到了你喜欢的样子，在这个内在都多了解了解，好吧？好，我走了呀，缠连。拜拜。好，来看一下小伙第二个等片，回来之后接着聊。我不能接受太强势的，你要是太强势，我怕咱俩再干起来。我也不能动手啊，但是练体育的后视镜都强，我打篮球都是打中锋这个位置，都是肉搏战，我怕我认真起来我伤着你。因为我长得比较高，所以说我希望我的女朋友也在1.65米以上。台上女嘉宾如果有喜欢的我，请为我留灯吧。啊哈，美娟啊，我看你特别喜欢运动啊，我也喜欢运动。这种类型的男生觉得怎么样？我不太喜欢比我大的，我喜欢比我小点的吧。哦，那他好，刚好比你小一岁。谁找对象找老头？岁数大的有什么错？岁数大的还会疼人呢。啊，对，你看，永琪15号，永琪是找的对象比他大12岁之内都可以接受的啊。对，你看这就说嘛，就一定要找自己满意的那个区域之内的啊，正好比你小一岁。然后我还喜欢那种特别强势的，我不喜欢那种性格就特别老实，我说什么是什么那种的，我不喜欢。那就希望小伙留意留意你呗，美娟，是不是？那我说话呀，留意一下我。听到了，哥，送你首歌呀！为小伙唱一首民歌吧，民歌喜欢听吗？中啊，中。
这回加深印象了是不是、啊、这回记住了，记住了啊。来七号鲁娟，你为什么不能找1.65米以下的呀？对萌身高差其实我有点接受不了、你说我身高1.9米，找个1.50米的其实也没有太硬性的要求，但是你说找个1.50米的基本上到这儿，就是感觉好像出去好像领小孩出去的啊。卢娟多高？我1.6米。1.6米是吗？美娟为什么灭灯？我怕我出去他不选我，嫌我矮，我多丢人呢，我也不出去。你多高啊？我不说啊。但是呢就这种类型的男生很喜欢，这不是不是、哦、非得1.65米以上吗？也不至于说是1.65米以上，但是1.6米吧，1.6米最低1.62米左右吧。哎，我觉得今天节目播出之后，我们特别呼吁一下电视机前大个的女孩多来几个，是不是？个子高找对象是很受困惑的。对，姑娘们，其实大个的姑娘有时候也有这个困惑，我们也很希望这是大个的男孩女孩，是不是？我们往一起多撮合撮合，让你们出去之后逛街看着更协调。现在是16盏灯都灭了，你的缘分天使得怎么处理呀？带走啊，留纪念吗？你看我是不是跟你说了，留下玄问天使就得孤独离场，好吧，留在手里头就算是一份好的祝福吧，好吧，希望能够尽早的找到那个你如意的姑娘。嗯，掌声送别明龙，加油。长春的夜依然灯火阑珊，有多少人在红旗街头转身而散，开始的拥抱总是那样温暖，在结尾却